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圆内接这个三角形 ABC 的高 AD 啊，啊跟这个 B 这个都是高，也就是说这个是垂直的。那相较这个 H 事实上这个 H 就是所谓的垂心啊。好，那现在我 AD 哈给它延长，交圆 O 与 G。第一个，它要你求证哈 ，DH 跟 DG 一样。好，那、啊、这怎么证哈？首先我们看哈，这两个三角形哈，它相似，这个三角形呢，跟这个三角形相似。哦，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三角形 A， 不然我 ACD 好了。你这个三角形哈，这个 BCD， BC 哈，这个叫 E 啊，这是 E。三角形 B， 这个 CE 中了哈，这是共角，这个三角形跟这三角形共角，哦，这角 C 哈，等于角 C 嘛，这共角。然后再来呢？这是90度，角，这叫角一好了，这角二，角一等于呢，角二等于90度了。啊，所以我就晓得哈，三角形 ACD 相似于三角形 BCE 啊。啊，这是 AA 性质。啊，所以我就晓得呢，这个角三哈等于角四。所以角三等于角四。好，那再来我连接哈 BG， 连接 BG 的话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这角五哈跟角三一样，哦，角五哈，角五呢是等于这个弧的圆周角，哦，等于二分之一 GC 啊，好。啊，这个也是这个弧的圆周角，等于角三。哦，角五等于角三呢，那角三等于角四嘛，所以哈，角四等于角五。那这两个角一样嘛，然后这个是直角，这共边嘛，所以哈，三角形 ADH 全等于，全等于哈。三角形 ADG 啊，好，这两个三角形就全等了。啊，所以我就晓得呢，所以哈，这个DH 啊 ，DH 等于呢 DG，DH 等于 DG 啊，哦，对边相等，哦，第一个就证明了。好，啊，再我们看看这个第二个，第二个哈。他要你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 AD 乘以多少呢 ？AD 哈乘以这个 DH 等于多少哈？等于 BD 乘以 DC 啊。哦 ，AD 呢乘以呢 DH， 啊会等于 BD 乘以 DC。我们先来看哈，这根据圆密定理啊。圆密定理的话 ，AD 哈乘以 DG 会等于 BD 乘以 DC 嘛？哦，内密定理，圆密的内密定理，哦，就是说 AD 哈乘以呢 DG 嘛，等于多少呢？等于 BD 乘以 DC， 哦，圆密定理，啊 ，DG 等于多少 ？DG 是等于 DH 嘛，哦，这是等于 DH 嘛。啊，所以呢 ，AD 乘以 DH 等于 BD， 啊乘以 DC 啊，哦，这样就得证。好，啊，再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三个啊，第三个的话，我们把它写在这边好了。第三个的话，它让你证明什么呢？AB 的平方
AB 的平方好，等于这个是 AH，AG 乘以 AB。那再加多少？加上这个 BD， 哦 BD 啊，它乘以 BC 啊，它是怎么证啊？这是直角，所以根据毕氏定理 ，AB 平方啊等于多少？等于 AD 平方啊加上多少？加上 BD 平方 ，BD 的平方。好，那我现在呢有一个 AD 哈，我可以写成多少？写成 AG 减掉呢这个 DG， 哦，这个可以写成 AD 哈，啊乘以多少？乘以这个，AG 减掉 DG 啊 ，AG 哈减掉呢 DG。啊，再加多少呢 ？BD， 啊乘以 BD，BD 啊哈，是等于 BC 减掉 DC 啊 ，BD 啊减掉 DC。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等于多少？这是。AH 乘以 AD， 不要这样子。这个 AD 哈，这个 AD 的话应该写成多少呢？写成 AH 加上呢 HD 啊。哦，因为这里的话哈有个 AH 嘛。哦，这个哈，这两个 AD 嘛，一个 AD 这个，但另外一个 AD 的话是 AH 哈。啊，这样多少？加上呢 HD 啊。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这里就会有什么呢？不过哈，这 BD， BD 乘以 BD， 这应该是，BC 哈，这 BD 哈应该是 BC 减 CD 啊 ，BC 才对啊 ，BC 减 CD 啊。好，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个 AD 乘 H，AD 乘以 AH。啊，再加 AD 乘以多少呢？AD 哈，啊乘以多少？乘以那个 HD， 啊 HD 就等于 DG 啊。啊，再加 BD 乘以呢 BC， 啊减掉多少？减掉呢 BD 哈乘以 DC 啊。啊，根据原理定理的话，哈，就是 AD 乘以 DG 会等于 BD 乘以 DC， 哦 ，AD 乘以 DG 会等于 BD 乘以 DC， 所以这两个就消掉，消掉以后就得到 AD 乘以 AH， 啊，再加多少？加上那个 BD 乘以 BC 啊，这样就得正，哦，这样就得正。